许久未在台湾露面的孙耀威，今天为了参与慈善晚会，特地从广州赶回台湾，特别从香港飞过来。对，今天特地从广州，因为我还在拍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戏，然后特地赶到香港，然后再转飞机到台北。为了就是参加这个基金会的活动，因为这个基金会是我朋友他们办的，然后都是为一些弱势的儿童他们去募款啊，帮助他们这样子。那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就过来一下，然后顺便回来台湾一下，好久没回来这样子。不但如此，孙耀威隔天马上就要飞回广州，自己笑称连跟朋友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有必要这么赶吗？我刚刚才下飞机，然后我明天早上6点多的飞机就赶回去拍戏了，所以可能就只有今天晚上结束之后去吃个胡椒虾，然后明天4点钟去机场。对，所以就没有空带女朋友一起，是不是？没有时间做其他东西，对，连找朋友叙叙旧的时间都没有。对，最近在拍一个戏，然后也做了一些歌曲，但是都是广东歌，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国语的版本，那希望可以公司安排来台湾做宣传，好久没回来。对，真的是一阵旋风，希望下次孙耀威可以待久一点。 ETV 新闻网这种报道。